吃爸爸才一早起来。为什么呢？是你乖还是你坏？我乖。乖就给你吃棒棒糖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吃了很苦的药啊。可是爹给我吃了很苦的药。吃棒棒糖不好啊，牙齿会坏掉，而且会变大胖子，变呆呆的胖子。你喜欢变胖胖吗？我不喜欢。对呀、啊，这样瘦瘦高高的比较漂亮，对不对？妈，你袂当安尼讲哦，一定间拄到迄大颗的，就甲讲伊无水，就讲会注意就好啊。妈妈在叫你讲什么？妈妈说吃棒棒糖牙齿会坏掉，所以呢就少吃棒棒糖，就讲这样而已啦。妈妈是讲的哪一国话？你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妈妈，妈妈，妈讲台湾话。因为姥姥住在台湾。你说你要去比赛唱台语歌？我想教你唱台湾歌。爸爸，你那个练习的，你唱给姥姥听。轻功香，哈哈 哈， 哈。
好。我坐进来，坐进来，着凉了，坐进来。我们现在是，我不也九点多要讲故事睡觉了。九点多了，睡觉了。对呀、啊。等姥姥先挂，你才能挂。给妈妈，给妈妈。宝宝，讲电话是这样，你要等别人挂完电话，你才能挂电话，知不知道？因为你是晚辈，对不对？你要。